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こんにちは、オンダです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安达啦。我哋今日继续翻嚟呢个日版嘅 Token Battle 嘅游戏上边啊。我哋今日咧有啲咩特别嘅搞作咧？嗱，就系呢一个啊，呢一个啱啱新出嘅叫做女杀啊人合体版本咧，咁啊竟然咧咁快就喺游戏上面又出现啊！咁啊，证明咗咧，游戏商同埋嗰个叫做动画嗰边咧，其实可能根本上系同一个部门，甚至喺隔篱嘅啫，即系左手交右手，所以个速度可以好快啊！咁啊，讲真啦，啲数据其实就好轻易去交过去嘅啫，因为今时今日用电脑去做插画啊，做好多嘢咧，其实好多嘢都根本上就要可以攞出嚟用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嘅详情嘅资料呢样嘢咧，我哋就唔讲住，我哋最紧要翻翻嚟呢个游戏上面，我哋今日咧就我哋抽卡嘅。抽卡前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样的了，今次的抽卡机出得很迟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系统上面的更新 3.8.0 其实就真的慢了很多。话说是因为苹果那边 App Store 未那么快被它上到架，令到我们就要白等了一段时间。好啦，咁 anyway 啦，谁是谁非我哋就唔好理啦。咁最紧要咧，我哋抽得中嘅。嗱，今次咧，我哋谂住就抽呢一部嘅卡机啦。咁我哋抽嘅卡机里面嘅上下，我自己谂住就系两次至三次左右啦。两次可以抽到呢只主角嘅即系合体嘅女杀人咧，咁啊收手啦。如果唔系咧，就抽够三次啦。咁如果三次都唔得咧，咁我就算噶啦。因为其实而家抽卡我都尽量都唔想，即系唔系去到啲特别嘅角色咧，我都唔会去即系投资得咁大噶啦，都叫湿下嘴就算啦。咁呢部卡机我肯抽三次都算系咁噶啦。咁啊最主要原因系点解咧？我哋睇睇里边嘅角色先。今次的第一句的角色就是这个的主角啦，主角里面的 detail 那些详情我就不讲了，自己慢慢看。最重要这一只是一个新的合体的角色啦，我自己都较为都比较想归纳去我的队伍里面的。下一只先，下一只就是令到我想抽这个卡机比较投资少少的原因啦，就是这个速熟性的超二女啊。本身呢，我这一只有潜开和都有想去继续发展去开路，因为大家都玩过一个超强敌的关卡啦。咁速队来讲呢，这一只角色呢，我觉得呢暂时来讲呢都不可或缺的。但是如果佢要更强更闪避的话呢，我相信都真的要开路㗎啦。咁所以呢，如果可以有庆幸地再攞到佢呢，咁我一定係开心死啦。因为可以增加我嗰、那个胜算。好，我哋再睇埋下一张先。下一张咧就暂时冇乜太过特别嘅，就系呢一个叫做类似传说中嘅超级杀人嘅女版啊。咁啊呢一个角色就不过不失啦，暂时嚟讲就都系储一储咯。所以呢张千祈唔好再俾我啦，我有噶啦。好，下一张先。下一张呢张我冇嘅，呢张几有趣啊！呢张咁啊速熟性嘅布欧啦。咁呢一张有气绝嘅，大家睇到咁 OK。咁啊呢一张其实如果有机会抽到佢都 OK 嘅。咁啊最主要都系想储翻个卡面嘅啫。好啦，再下一张，呢张我有冇咧？呢张巨大化呢一只啊，好似冇喎，但系唔好理啦，但系我唔系咁想中你，咦，得咁少嘅咋 ？OK， 唔紧要，咁我哋出翻先。嗱，当中里边究竟个卡机咧，我冇抡过，因为太新啦，同埋资料上唔系太多啊，我未清楚知道里边究竟有冇我想要嗰啲咩 LR 角色啊。我又不想浪費時間在這裡慢慢去抡去裏面那個那個角色列表啊，咁啊唔緊要啦，咁啊中到啊當然是開心啦，中唔到都冇辦法啦。咁我講緊嘅係 LR 喎，咁我唔需要特登去睇啦，係咪先？咁啊因為如果中到嘅話，咁我自然就會中到，咁啊中唔到嘅睇嚟都冇乜用噶啦。好啦，我哋廢話少説啦，講得太長啦，好，我哋而家即刻嚟抽先。抽之前我見到一樣嘢咧，佢話明連續召喚嘅話咧就可以必中一張 SSR。是不是应该是注目角色啊？即是刚才那五隻其中之一隻啊。如果是的话呢，我真的很想中合体那隻啦，跟住再不是的话呢，中隻速熟性的超二女我都非常之开心的。好，事不宜迟。好啦，先嚟第一个十连抽啦。版面上面就知道一定是必中一张 SSR 啦，我知道不是出咁多的飞船嘛，是不是先？咁仲有彩字添，但我想要嗰只，你咪俾到我先。哦，啊唔系、哦、，bonus 嚟嘅呢啲，其实唔应该咁快 O 住，应该 O、哦、yes 系啦，第一张就中咗呢只叫做传说中嘅超级杀人女版啊，下一张先。
好啦，杜拉格斯，好，我哋继续欧布，好，继续落去舒唔凡啊，青年记，好，我哋继续思路，呢啲都系卖俾占星婆婆币噶啦，我嚟做精英军团啦，好，见到你都吓人震啊，因为好难过啊，嗰个超强敌。好啦，到阿 baby 啦，好，我哋继续。咁最后嗰张系乜嘢呢？有啲紧张添，即系你可唔可以开张嗱？千祈唔好中嗰啲我唔想要嗰啲啊。好，到天津饭啦。Yes， 正嗱，呢只我要嘅，呢只真系要嘅。OK， 咁啊，正啊，呢一张。但系都未中到我想要嘅合体啊，所以我哋可以再搏一搏啊，我哋再嚟多次个十连抽先。好啦，咁啊到右边撒旦啦，咁就冇乜问题，黑头发。好啦，咁你会唔会又俾两张 SSR 我呢？好啦，下一张先，阿洛嚟嘅系啦。好，我哋继续十八号，好，继续杀波。睇嚟，咦，又去翻啲绿星龙，算啦，佢话晒都曾经有用过嘅，呢张都叫做 OK 啦。哇，俾张咁经典嘅孙悟空我。我真的要到去到最后一张。点啊，呢系有张咁嘅嘢嘅呢，呢张点算呢？算啦，多谢先啦。因为有张 SSR 应该要咁样嘅。好，我哋继续去。好啦，嗱，好紧张啊，应该嚟㗎喇，係咪啊，最后呢张。Oh my god， 最唔想要。竟然系你。好啦，咁我哋嚟最后一次，真係最后一次啦，咁抽唔到都算啦，都话晒头先有张速熟性嘅超二女我都算係咁啦。 OK， 好，好，一样同头先第一次一样啊，又係七粒飞船，跟住就加彩字啊，超三正啊，咁啊出晒啦，又爆玻璃啦，之前咁啊有超三啦，乜都有啦。好啦，咁啊先嚟第一张嘅就系 G T 嘅 Bobo 啊。好，我哋继续，可唔可以圆梦呢？可唔可以呢个第三次嘅十连抽就可以俾到我呢？好啦，呢、這个冇撇须嘅 G T 嘅孙悟饭啊，其实咪一个撇须，呢个冇撇音，冇撇音嘅 G T 嘅孙悟饭。好，我哋继续。好啦，到阿饺子啦，我哋死啦，出晒嗰个叫做咩啊？表征系有嗰个叫做超三啦，头先竟然都仲未多一张喎。Oh my god， 应该第九张嚟噶咯。好啦，咁啊即系第十张啦。咁啊见真章啦，究竟出咩呢 o、okay, k 其实 OK 嘅，你出得张超二女俾我，我可以。真系可以再开路啦，咁我觉得直头系 O K 啦。好，咁我哋搞掂晒，好，我哋不如趁而家即刻开埋路咧，咁啊可以玩埋落去啦。其实好啦，我度潜咗几多啊？六十九噶啦，原来已经潜到。好啦，我哋开埋呢边啦。跟住咧，呢度未开嘅，呢度开咗啦。睇睇先，最紧要睇粒星啊。
呢度睇下先，加防御力加攻击力，我唔系想要你呢样嘢。咁呢度咧，咦，防御力回血，咁啊，真系要谂谂喎，真系要谂谂先，睇下先。如果我依开依边咧，就要有一个加 power 啦，即系加嗰个叫做必杀技啦。好，咁啊，望一望依边先。呢边防御力多少少喎，系咪咧？又好似一样喎，其实一样嘅喎，老实讲，哈哈，数翻上嚟真系一样嘅啫喎。好啦，咁啊冇办法啦，咁我自己唯有自己再慢慢谂下啦。咁我就未知道究竟我应该最后嗰一只街边啦。咁当然啦，你问喂，梗系抽多一只啦。咁有时未必实中噶嘛。咁我觉得就未必咁值得去再投资喺头先嗰部契机上面啦。咁就我自己慢慢再谂下啦。咁啊，呢条抽卡片啊已经去到尾声啦。啊，唔知道你哋抽到啲乜嘢呢？记得话我知道你哋抽到啲乜嘢啦。究竟抽唔抽到你哋心目中想要嘅角色啦？但我绝对系祝愿你哋可以抽到你哋心目中想要嘅角色嘅。虽然我自己就未抽得到今次嘅最注目嗰只角色啦，但唔紧要，咁啊来日方长，总有机会嘅。咁我都祝愿大家可以抽到心目中要啦，但你哋记得咧就唔好太过花霍咯，因为其实今次嘅卡机就未去到话绝对值得去即系全力一击嘅，我觉得都系叫做玩下啦，塞下嘴啦。咁我今次都算系感恩噶啦，可以抽到两只我要嘅角色啦。好啦，咁啊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 share 条片俾你嘅朋友仔睇啦，同埋最紧要咧就订阅我嘅 YouTube 嘅 channel，like 我 Facebook 嘅 fan page 同埋 follow 我 IG 嘅 Instagram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，在下面按个 like 或者订阅我 IP channel 的频道。